下面通报我市6月24日新增确诊病例相关情况。6月24日0时至24时，我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例，其中男性5例，女性8例，平均年龄42岁，最小18岁，最大60岁。按居住地划分，丰台区9例，大兴区4例，